脚背内侧踢球，又称内脚背踢球。这是一种用第一趾骨及趾骨关节部位触击球的踢球方法。脚背内侧踢定位球动作要领：斜线助跑，助跑方向与出球方向约成45度，最后一步稍大，以支撑脚底积极着地，脚尖指向出球方向，距球内侧后方约20到25厘米，膝关节微屈，在支撑同时踢球腿已完成后摆，并开始以髋关节为轴，大腿带动小腿由后向前摆动，当大腿摆至与支撑腿接近同一平面时，小腿做爆发式摆动，此时脚尖外转，脚背绷直，以脚背内侧部位触击球，击球时踢球腿及身体继续随球向前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脚背内侧踢球，俗称是离脚背踢球。它的跟正脚背踢球的区别在于出球的部位不一样。脚背内侧踢球主要是指我们脚背的内侧，正脚背踢球是正面，我们用脚背的内侧踢球。这个踢球的主要特点是，它是用脚背内侧踢球，它这个膝关节要内扣。脚背内侧踢球它的优点是什么？它是出球的方向是直线，没有什么变化。那么这个脚背内侧踢球，摆腿的方向和旋转的方向空间比较大，所以它可以踢出很多效果不同的球，比如说我们说的香蕉球，高球。我们来示范一下，踢球的环节都是一样，也是5个环节：助跑、摆腿、击球、跟进，都是5个环节。我们来看看这个特点啊，因为是内侧，脚背内侧踢球，因为脚尖要外展，所以跟正脚背踢球不同的是，我们要斜线助跑，45度角助跑。助跑的过程中，也是最后一步积极着地，然后脚尖外转，踢球脚的脚尖外转，膝盖内扣，然后用脚背内侧的部位接触球踢球。我们来试一下，大家看看，哎，助跑，脚尖外转，踢高球，哎，脚尖外转，也是要保持脚型固定啊，还是要保持脚型的固定，哎，脚型的固定。踢球以后，任何情况下，始终跟我们头顶球一样，颈部要固定是一样的，始终要保持踝关节的固定。我们再来看一看啊。也是一样，45度角助跑，啊，是最后一步积极着地，然后踢球腿后摆，在大腿带着小腿前摆，小腿加速摆速，脚固定击球，然后跟进。再看一看，大家再看看，摆腿踢球，脚尖外转，哎，脚尖外展，为了更好的保持出球的部位，踢球腿的膝关节必须保持内扣，哎。这样才会有摆动的空间，啊！下面我们进行那个练习的环节。这个第一个环节呢，就是徒手做这个脚背内侧踢球的动作啊。5个环节，大家看看我啊，脚背内侧踢球，来，跟胜，哎，5个环节：助跑、站位、摆腿、击球、跟进。来看啊，助跑、站位、摆腿、击球、跟进。同学们开始坐一坐，来，第一个部分，徒手模仿，走，踢球，对，跟进，注意，哎，对，5个环节都做出来啊，再来一次，5个环节。好，这边的同学把球踩住，这边同学来做这个踢球的这个练习，我们重点体会啊，助跑、站位、摆腿、击球这4个环节。来，同学们，踩球的同学不要把脚尖露出来，露出来会伤到我们同学们。脚尖放在后面啊。OK， 再来一次。好，来换一边，把球给他们踩着。哎，注意，好，再来一次。斜线助跑，支撑脚的站位，摆腿，击球的部位啊，4个环节，来，预备起，走。很好，对，脚插在地上啊，脚贴着地面摆过去，贴着地面，走，一二，
很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注意支撑脚啊，身体的重心向支撑脚的一边倾斜，来换这边坐，这边踩一下。哎，身体的重心向支撑脚这一侧倾斜一点啊，倾斜一点，向支撑脚这一侧倾斜一点啊。来来来，斜线助跑，斜线助跑，45度斜线助跑，来走。哎，注意注意，不是脚弓踢球，是离脚背啊！注意注意部位，接触球的部位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哎，对，注意啊，对对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对。好，可以开始了。好，同学们，下一个练习是离脚背踢地滚球啊，动作环节动作要求是一样的，大家来体会一下。来来，注意控制分量啊，不要太重，控制分量。很好很好，连贯动作，连贯动作。来，走走走，注意动作环节啊，注意我们这个动作跟正脚背的区别。对对对，大胆的踢出去，脚背把动作定型就行了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踢出去，看到没有？正脚背绷紧，踢出去，离脚背，注意助跑，脚背绷紧，脚背绷紧，对，很好很好，再来一次，走，嗯，很好很好，非常好非常好。注意五个环节，一定要牢记五个环节都要做完整啊！踢球以后要跟进，走，继续走，很好很好，大胆踢没关系的，训练中不要怕出问题，出问题就要改进，继续走 ，go go go， 很好。下面踢球的时候。把脚放在球上面，我来看一看那个接触球的部位啊，来走走，大家看看他这个动作啊，同学们，第一个支撑脚的站位没有跟上，第二个接触球的部位啊，他是踢的正脚背了啊，不是离脚背，不是离脚背，脚背内侧啊，是接触球的这个部位，离脚背踢球啊，踢球的后中部啊，这个几个环节要注意，来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同学你再来一次，啊。哎，你看这还是高了，看到没有？踢球下从下面从地上插过去，好。大家看看这个同学踢球，看是哪些环节存在问题啊？大家看一看啊，大家看看啊，来看一看，同学们，他的踢球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他是用脚弓击球。哦，击球的部位啊，击球的部位出现了问题。他刚才这个同学刚才踢的球。是脚内侧的踢球，脚弓踢球，没有踢到我们离脚背的部位上面去。我们来看一看啊，立起来，对，用这个部位踢，用离脚背这个部位踢啊。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，来，踢是离脚背，正确的。哎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看到没有？